原标题：各国古代吃刑打屁股老照片。你觉得那国的最疼？吃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方式，正式开始于西汉文帝景帝时期。景帝时规定吃刑只能打臀部。在隋唐五刑中，吃刑杖刑是比较轻的，打10至50下的为吃刑，打60至100下的为杖刑，则打部位为背、臀、腿。巴基斯坦的吃刑在英国前殖民地的刑法中，吃刑是十分常见的，尤其在东南亚，例如文莱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和一些非洲国家。印度的吃刑还在大街上打，在香港殖民地时期初期，吃刑主要是针对中国人，英国人因此而经常滥用。犯人受罚的过程通常吸引大批人围观，有人因为受吃刑所引致的伤而死。越南的吃刑、朝鲜的吃刑，1910年日本并吞朝鲜后，1912年发布朝鲜吃刑令和朝鲜吃刑令施行规则，在日治朝鲜半岛施行吃刑。1920年4月1日，大正天皇颁布朝鲜吃刑令废止制令，明令废止吃刑。被日本占领后，朝鲜的吃刑，朝鲜每次打屁股不能超过30下，台湾每次打屁股最多不能超过25下，最多可分4次。日本各殖民地的吃刑行刑过程不公开。印度尼西亚的吃刑，由于吃刑会对被施者造成严重的皮肤创伤，以及吃刑的不人道及侵犯人权，当今多个国家已经废除吃刑，但仍有少数国家继续施行。在马来西亚，吃刑主要惩治毒贩、强奸犯及非法入境者。曾在网上流传甚广的大马吃刑短片中，推使马来西亚的8000名律师要求政府废止吃刑，但政府仍坚称是合法的刑法。在新加坡，50岁以下的健康男性，不论是否新加坡人，都可被判鞭笞，而当中的最高刑罚是24鞭，惩治对象不一定是重犯。在监狱中，处犯规定不论男女都有可能受鞭刑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